你的身体都已经安尼啊，是安怎拢唔甲我讲？咱是翁仔某敢毋是？你哪会当家己去承受这一切？我不用再哭了，我较坚强的，只要伊愿意开刀，好好接受治疗，伊的病一定会好起来。我先滚啦，电话给你关。啊，你拄则是走去倒啊？哪会食饭饱都无看人？你放我一个人伫厝内底，人足孤单安尼。哎呦，你妈安尼好无啦？我足忝的，你唔知啊？你是要创啥？创啥？做阿婆应该做的代志啊！你是笨啊！你的身体，你的心拢是歹。明浩，哎呦，明浩，明浩啊！你是我的啦！明浩。真正，你是怪！你到底是创啥？我查下不要穿鬼仔吧。是你啦，我不是超工，你完妆吧，我怕你。你是起痟是无？对啦，我就是爱你个起痟，你唔知啊？该擦起来。哎，你困在遮？哦，我昨昏就坐伫遮想代志，啊，想想下，就困起啊。哦，那呢，你个都退酒。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。好。咱是翁仔某对无？对啊。是安怎你破病这件代志，你无予我知影？为什么卖讲？敢讲你啊，我目睭紧紧看你，袂好去治疗，是伫我面头前，是啥意思是吗？好啦好啦。
我的病情无你想的遐严重啦，啊，应该无讲啊。伊讲即马敢若确定是寒流尔，啊，即马无一定会是感情啊。啊，所以你莫搁讲啊，好不好？你的病情袂用搁拖，我即马就敲电话给应该问看你什么时阵会当去开刀。好，你先较冷静的吼，你先听我讲，我会开刀吼，但是毋是即马。等会被解散了，就算这摆所有希望全部拢压在我家，我若这个时阵开刀，什么都啥讲？伊这摆若是去无选掉，伊真正无可能把我甩，你知影？加油！求你到底是咧想啥？选计的代志，够比你的性命搁较重要。性命的代志我是无了解，也毋过我相信道上无可能伊用你的性命去换伊的前途啊！我家己去甲道上讲，快！我要告诉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尽量较赶紧找时间去开刀。拜托你，拜托你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。